计划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梦想，然后并没有想过都会来大埔表演。然后我们在11月跟演完打工之后，只是想说来大埔看一下，但是来第一次的时候就每个舞者都非常的有感觉，然后听这边能说故事。你会发现，像今天有个舞者伯君，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听这些人说故事的感觉很震撼，是说他们说出来的东西都非常的正向。我们真的是在这些人身上学到最多，学到什么叫做农田才是最生生不息的，然后什么叫做家的价值，什么叫做种田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他的生活以及对于他的生命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才真正懂得去尊重这样的一个声音，而不是只是从头脑上面去告诉自己应该要站在哪一方。是在做一种社会运动，而是用我们最热爱的音乐舞蹈，然后去跟我们有感觉的东西共鸣。然后我真的在这里要非常谢谢土地计划的所有舞者，然后这位是非常优秀跟我一起共同创作的编舞者燕真，然后请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因为他们完全是无头，然后自己非常热爱舞蹈，然后他们是非常
的先当一个公民，再当一个舞者，然后排练的过程非常辛苦，但是也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幸福。然后有燕珍，有这群舞者，然后有大埔当地的赖大哥、秀春姐、阿豪，就是刚才我们的发财车司机。其实我们相处得非常的愉快，然后真的是在舞蹈里面，一直以来在剧场里面都告诉我们说要做人上人，然后要做一个精英，但是真的在土地计划里面，我真的觉得跳多这么多年的舞，才真正学会什么叫做跟舞民学习，然后真的什么叫做先当一个人再当一个舞者，然后这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幸福的地方。然后从来没有想过真的会有人愿意跟我们来到大埔看表演。其实当初我只是想说有多少人就算多少人，然后燕珍还去抽签说什么可能就是结果不会很好，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就算只是跳给当地的几个人看，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对，然后非常谢谢这一路以来所有支持的人，非常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继续支持土地计划的原因是因为土地是跟我们的舞蹈有最深的连结，当你们亲自来到大埔，其实就是给这边的人最大的支持。可能你们没有想象过，这边人他们努力的并不只是在新闻上面看到的这几年，有的人已经努力十几年，中间历经就是非常大的伤痛，可能是新闻上面没有播出来的。那我们并不想要做一个控诉式的一个行动剧，我们只是想要做一个我们自己认为好看的一个艺术舞蹈，然后分享给更多人。然后最后就是土地就要在这里万分的拜托大家，请大家支持就是秀春姐做的大埔幸福讲堂。因为昨天我们在竹南咖啡馆听座谈才知道说秀春姐她在张大哥去世的那一天，她自己跟张大哥许愿说，就是她一定会想办法把六坪大的家盖回来。然后她想要做大埔幸福讲堂，是因为她要用这个方式让大家永远记住大埔，然后就是非常希望大家继续推广这个讲堂。除了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以外，就是它是一个只要吃到它，大家就不会忘记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也还一直在持续着。那请大家就是可以上网搜寻大埔幸福讲堂，或者是可以问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